这次去鬼市，你有想要哪位神官同行的吗？都可以，性格好相处，法力多一点的比较好，能随时借我一些。那么风师如何？<笑>您就是风师的，你是风师？我是风师，这需要怀疑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啊？<笑>你没听过我风师清玄的名字吗？啊？可风师明明一直都是什么？没什么。说起来，咱们这次去鬼市。 还约了一个人，这间赌房是鬼市里最热闹、最鱼目混杂的地方之一。我的，我都是我的。约在这儿，人来鬼往的，不容易暴露身份。你约了千秋？是啊，千秋就是狼千秋，太华殿下，镇守东边的武神。风师来打场子了。 风师大人，你没跟他说要低调为上吗？我说了，但他就是这样，我也没辙啊。我懂，我懂。嗯